尿液能不能直接拿来浇花？我这个浇的是水，不是尿液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尿液的主要成分是什么。尿液就是人或动物排出来的小便，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水、尿素、尿酸还有无机盐。水占的比例最大，占到95%，其次就是尿素，占到1.8%。也就是说，尿液当中除了水，其他的主要物质就是尿素。尿素它就是碳酰胺，是目前含氮量比较高的氮肥，一般工业上是用氨气和二氧化碳在一定的条件下合成的，它的含氮量能够达到46%。尿素它是一种常用的中性速效肥，提到速效肥大家就知道了，什么叫速效肥？就是你施下去之后，它马上就能够起效果了。不像我们家的缓释肥，它是一点点的释放的，速效肥就是速度比较快。尿素的话可以作为基肥，也可以作为后期的追肥。一般在农业当中使用的时候，尿素我们都不能加多的，因为它主要含的成分就是氮，氮元素主要作用就是用来促进它的茎和叶生长的，在花卉的生长期使用。如果它开花的时候，这个氮肥我们就要少用。那这个尿液能不能直接拿来浇花呢？它是不能够直接浇花的，不是因为它的含氮量太高了，而是因为尿液直接用来浇花的话，它会造成烧根。你不经过发酵，直接就用来浇的话，很容易就造成烧根了。不是说尿液不能够用来浇花，而是我们要经过发酵以后，再稀释才能够拿来浇花。一般这种尿液的话，我们可以发酵3到5天，然后加水5到10倍进行稀释以后，沿着这个盆边上进行浇。如果大家掌握不好的话，尽量多加一点，比如说加20倍、30倍，多放一点水在里面，让它变稀一点，宁稀勿浓。如果太浓了，很容易就会造成烧根。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使用尿液来浇花的话，一定要控制浓度，千万千万不能特别的浓，